叫什么荷包蛋，很容易。为什么呢？我已经 try 很多方法来。咁啊，然后呢将那个锅底倒点油，烧红了咗之后，然后一根根将啲蛋呢放一点油去发，一点油怕它粘住啲嘛，一点油去打开来，然后呢小小小小，然后呢啊关了，嗯，关了咗之后呢，咁啊，然后呢，嗯，等它红到差不多，因为怕它粘住嘛。会粘的，有一几个倒过去，它会粘的的。所以你首先呢，就倒一点点先，然后将那个蛋咁样弄一下，唔好给它粘的，防止它粘的。咁啊，唔好这么贪心，分啊十多次没关系。等它红好上面啦，啊，给它熟了啦，就继续。如果因为我不想用一个炉，嗯，炸到啲油呢走出来好肮脏，同埋整间屋子，很多油，所以觉得很不好不方便，所以我就懒惰了，就想到个懒惰方法给你们用，给我用咯。咁啊，那个方法是这样嘅，首先将你那个盘子呢烧红了，放油，烧得很红很红，咁啊，然后呢一根蛋，啊，放一根蛋，啊，打开个炉啦。放一根的蛋，因为好像人家做一种九重糕这样，咁啊，然后放在上面啊，放在上面啦，咁啊，等一下子先，等一下子，差不多啦，里面有一点点啊，所以就要冻了它，预防它粘的，所以在里面好像我们这个锅子粘。荷包蛋一样的道理，只不过我上几次失败了，所以真正成功的才告诉你们，令到你的荷包蛋不会做烘炉粘的，好像我们做九重糕一样，蒸完一层又一层。所以我利用这个方法，还有那蛋呢，要放一点油去发，因为这些是用我冰箱里面的蛋来的，冰架没办法，因为现在不敢出去嘛，所以我就想到个懒惰方法，随时有蛋来吃。如果你的蛋呢，你想它烘个蛋黄呢，好像我这么美呢，你完全将它冷壳一次用冰，完全用到没有冰了，它的蛋呢，然后呢蛋黄呢就会融分离的，不会一个的。你看一下，你比较一下。好像叮了啦，没关系，我最开，为什么我还有蛋啦，我要做九重，不是蛋糕，是九重的蛋，那让我再放一根下去，咁就放一根下去咗之后呢，等它红一下处理，因为上面层已经没有粘点了，所以再倒一蛋，所以上面就要红一下。因为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省时间，还有不会弄到你整间屋子怎么有烟，还有不用洗很多东西，即是烘炉里面就 OK 了。所以你说这个方法真的我想很久了，我就想吃荷包蛋，也是想到要洗锅子，要洗锅子少，因为油粘出来，锅子蛋也洗得很辛苦，周围都有油，所以因为我觉得那个方法呢，真的觉得蛮管用，因为我喜欢用小烘炉，不用用微波炉，我不喜欢用，就是不喜欢用了。你推下它，它完全没有粘底的，你看到我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蛋黄还有没有熟呢，没关系，一再加点火，令到上面一层好像九重糕一样，一层一层熟了再放，熟了再放，即是令到那些蛋呢完全好像荷包蛋粘出来。如果你比起荷包蛋来比，当然没得比了，因为我们用烘炉已经尽量去到，我相信
98% 生蚝爆蛋的，因为它的味道我吃过嘛，只不过没有蒸汽怎么成功先脆来告诉你。以前蒸呢是会蒸底啦，你怎么用什么方法蒸的，后来改良，最改良，所以改到我现在觉得那个方法真的很完美很成功，所以奉上网给你们看。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主要它就将那蛋呢打开冰橱的那蛋，咁啊放点油，嗱，头先放点油啊放下去，啊呢仲系油嚟嘅油啊，咁啊 ，OK， 啲油放下去，你用一个筷子，用个筷子，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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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咁啊倒啦，啪啪啪啪啪到，啲油跟啲鸡蛋。我也是第一次试一下成不成功，我觉得应该成功，因为鸡蛋呢跟油连在一起，令到你倒在个炉里面没有这么容易粘底的因为鸡蛋跟别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的方法也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告诉他们。那上面层已经熟了熟了你看熟了，我再推一下，因为我没有信心推一下没关系，不怕不怕的，不怕。那我再抖多一层，再抖多一层，因为分几次又浪费电浪费时间啦咁我觉得那个方法蛮 good idea 的啦，你再试着烘，唔好贪心，一层一层薄薄，一层一层，令到上面熟了咗之后，好像我们吃荷包蛋一样。因为这样烘咧，我觉得那个方法咧真系真正蛮成功。如果不成功咧，就因为我上几次咧。粘地粘得很厉害，所以我不断改良改良，你知道吗？自从有了一个病毒了之后了，我完全没有荷包蛋吃。为什么？就是你很少出去超市买东西嘛，变成你自己好像鸡蛋买回来，哎呀放个沙子又快点切掉它或者个冰储很满啦，你放那个普通的冰箱脆一度不方便，因为它里面放得很满满的东西，所以我就想到方法，不如结冰了，令到它放得久一点。我随时两三粒、三四粒，可以每天或者天天都有鸡蛋吃，所以就用那个方法。后来我就觉得，我又想吃荷包蛋，咁啊弄到个厨房好肮脏啊，是个大锅子、小锅子咧。嗰啲肉咧粘出嚟嘛，咁如果我用个大锅子嘅，头先用一个大锅子嘅，哇要时间麻烦啦，咁后来又想到，不如用一种难多嘅方法，我个朋友也是应该仲难啲嘅咩，对不对？嗱，我告诉你啊，你看上面熟了，对不对？咁我再嚟多一斤啦，差不多啦，我做了很多层啦，唔好贪心，唔好贪心，一层薄薄就 OK 啦，因为你。一层层奶咧，咁令到它好像焦虫塔酱、焦虫糕酱，一片片蒸熟，然后倒粉。我就利用呢个方法，倒一层熟了，倒一层熟了，熟了熟了。所以如果你好香不香香的，因为它里面微面，好像那个微面的东西有种。油沾好像沾荷包蛋的香味道了，没有分别的所以我看这个方法真的蛮酷的，你看我是吧，我又弄给你看一层层来不太很好没关系，追一等给点耐心等，为什么你看刚才我因为它你看这个你撇上来了，边边你撇上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方法真的蛮酷 idea， 令到你可以不需要开一个炉来蒸你的荷包蛋，所以变成这个方法好方便你知道吗？这个差不多就成七八粒的小鸡蛋了，七八粒可以蒸，用一个方法来蒸就好方便。如果你说好不好的看你个人啦，如果你觉得它有油的咁你就呢度咁啊扫一沙嘅油咯唔好其他这么多的油沾到微面啦、里面啦咁然后咁继续沾差不多噶啦，真系差不多，因为很快嘅烘炉几嗰个开锅子，你知道吗？我们呢现在地方又小越来越小，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解决我呢个问题啦你看真系好美
好美好美，真的好美。那没有了，你看我那个鸡蛋有多厚，那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推得倒的，推得倒的，证明它没有粘底了，对不对？所以我知道你们都遇到那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个荷包蛋会粘底呢？怎么什么什么？我以前都试过，一次过倒，我后来最改良，最改良，所以改的那个方法最好还有注意一点，鸡蛋里面放你放的时候要放点油，要放点粉。咁啊，打均匀咗之后咧，油跟鸡蛋啊，应该有一点点放咗啦。你说有多少啦？我也不敢肯定，只不过我今次做出嚟蛮成功，没有粘碟啦。你看，你看会冻的，都证明它没有粘碟就系冻的啦。啊，所以以前我没有用呢个方法咧，粘问题你哋都出。所以嗱，定了啦 ，OK， 没关系，我最记住，你不可以等很久。如果等很久咧，它失去里面嘅热气咧。变成不够热啊，嗰啲鸡蛋会粘住的，不够香的。所以用我一个方法，我随时有荷包蛋来吃啊。你看你自己咯，哈，我就不是懒惰咁简单，因为你系咁住个锅子度啊，嗰个大锅子度粘粘粘粘，粘到啲油全部跑出来，整个粘里都有。咁我用一个方法，即系个烘炉就搞掂啦。清洁里面的油，可能有油的里面的，你放，好似我有视频教你嘅，怎么放锡纸令到啲油啊干干净净。有视频你自己找啊。还有你用小嘅，会粘出啲油出嚟，也系很脏，周围都很脏。所以你看我呢、这个盘子比呢个还小，所以我都可以弄得出来给你们吃的。哪怕我又给你们看那样东西，那完全没有熟了。那你看一下。这朵你看这朵啊，脆脆的，来看那心经，手机来你看啊，脆脆的，得 OK， 我就关了针，针到它熟，我去等一下，我拿出来给你吃 OK， 给你看。然后呢，那如果你进到那档呢差不多的时候呢，你看这朵已经完全 yeah， 所以我们呢最后呢，最后放一点冻啊，给它完全均匀啊，啊，这变成它很好的啦，那完全均匀啦，都啊刺破它一点小冻，好像我们饼干烘饼干这样，给它有种很像里面煮得很透很香一种油，真的蛮好，啊、这样啦，啊，得啦，等一下我就拿出给你看，这个就是我的刚才的鸡蛋荷包蛋，在烘炉烘的。证明给你们看啦，就很简单啊。首先呢，我拿几个，然后呢，拿出来咗之后咧，啊，随随便便可以，因为它已经没有粘底嘅，因为我试过嘛。你将那个放在那里面，你看一下，你看看就是完全没有粘底，对不对？没有粘底。咁然后呢，我又给你们看啊，看这个啊里面，你看呢里面，为什么我要给你这样看呢？你看你怎么看呢？好像豆腐这样脆脆的这边，因为它不可能整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整个咁呢度已经弄得很厉害的了，咁啊呢度没关系，一点点没关系，呢度脆脆的，呢度脆脆的。我给你放在后面，你看，完全荷包蛋一样，对不对？没有骗你的，真的很好。那么然后呢，你切的时候，拿剪刀啦，拿把剪刀，剪刀剪了。皮脆脆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它像不像荷包蛋，很像的，啊，跟荷包蛋没有两样的，啊，只不过你完全像荷包蛋呢，可能达不到那个，因为话实都是
红炉嘛，只要你切到点荷包蛋的味道，也是有种荷包蛋那种感觉出来，已经足够了。还有暂停那个问题呢，令我真的很头痛了。现在我解决那个暂停呢，已经我觉得已经成功了啊。里面需不需要荷包蛋呢？我觉得不太重要了，主要就是因为它能够切到荷包蛋，有几多八仙呢？自己算了哈，就是这样了哈。咁啊，为什么我啊？你看里面熟透了，一层层的熟透了啊。咁啊，最重要是熟的，对不对？咁啊，呢度一生同埋脆脆的，好像你们蒸荷包蛋没有分别的，主要就是这样。还有为什么我浸的辣椒豉油？为什么我辣椒豉油呢？我不想什么都很油，好多啲油咩辣椒啊，嗰啲油啊，煮嗰种五香啊、杏香嗰种，完全系油的，我不要，因为太多油对我们身体吃了不太很好嘛，所以就发明呢个辣椒油给你们，辣椒干豉油，我上次食个视频教了你们噶啦，呢个真的很好啊，我吃了很多啦，如果不吃到差不多底啦，它很辣，我最亲一点豉油倒进去就 OK 啦，咁啊，然后咧上面有一层油嘅，我不想我吃这么多油嘛，所以我就尽量咧用一个壳咧，咁啊剥一匙羹出嚟，拎啲肉咧，上边一浸油，倒丢一点点，咁啊尽量剪到最少嘅肉，呢、这个壳嘅最后噶啦，然后咁啊拎下去，咁啊它切到辣，不用。因为你什么都用用种辣椒煮出的那种辣椒油呢，我觉得对身体不太好啦，因为全部都是油煮出来的，令到自己呢吃什么都很多油很多油堆着一起，所以我用这个方法蛮健康的，上面一层油我可以倒出点点，咁然后辣啲辣椒豉油咁咪倒下去，因为荷包蛋也有油嘛，所以我尽量又想吃辣的味道，又吃到香的味道，又不需要吸收这么多油，就用这个方法。OK， 你觉得怎么样啊？OK， 可以吗？举一下。